促甲状腺激素偏低 0.01 是什么原因？吴户群，西电集团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促甲状腺素呢是垂体释放的一个激素，它在机体里边，第一个呢是受它的上游下丘脑的一个调节，同时呢它也接受它的下游甲状腺的一个反馈调节。促甲状腺素分泌 0.01 其实是低了，这个低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有可能它是下丘脑或者垂体它本身的一些疾病导致的这个激素分泌不足。第二个呢，有可能是甲状腺的这个功能亢进对垂体激素的一个反馈导致促甲状腺素分泌降低。同时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些病人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人呢，口服了甲状腺素片剂量过量，也可能导致促甲状腺素分泌的水平降低，这是临床上常见的几个原因。专家提示：一是下丘脑或者垂体本身疾病导致激素分泌不足；二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对垂体激素反馈导致促甲状腺素分泌降低；三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病人口服甲状腺素片过量导致促甲状腺素分泌水平降低。